立正，行礼，请坐。咱即马过来介绍啊，成本加效益个考量啊，这个问题啦是足重要，足重要啊。一般伫管理会计内底啊，大部分拢是咧讲这个问题啊，管理会计啊，有诶伫。啊，那他啊研究所啊 ，MBI 啊是啊，这个叫做啊，属于商学研究所这方面啊，这个啊管理会计是必修的。啊，这个那是咧爱好大家知影讲，成本甲效益的。考量这个问题啦，咱大家啊，有这本《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大家甲翻29条出来看卖咧，啊，甲大家提出来看卖，咱就会真了解讲，这是足重要的代志。咱奈特别，咱伫咱的法案内底啦，甲列出来，咱就是要来防止真济地方机关，也是啊中央机关也好，啊29条的所在，真济机关啊，大家拢要做啊，做好这个选民啊，哦，拢因迄个地方啊，哦，要来建设啊，什么啊，中心啦，什么礼堂啦，啊，大家都要掏经费啊来去，啊，伊这个，那讲地方机关伊家己若有收入吧。伊就咪讲，啊，我都有收入，啊，我家己编编的，啊，我都来去啊，拢无考虑到啥物问题，维护、保养、以后使用的问题，所以咱伫权利法啊内底啦，有特别规定，你要来编这个预算，要来执行的时啦，是毋是符合着咱的？叫做成本效益的考量的成本效益的问题，所以大家爱啊，我讲一个例，予咱足痛心的梦想家，两枚开啊2亿。编预算讲编2亿1500万，到尾开落来讲差不多2亿3000万，真个惊死人！听到真个，这就是啥物？啊，这就是咱会体会到讲，因老孟政府的目的，他伊都无要来真正甲台湾做好。伊就想讲啊，3年过2年要甲赚好满，要阿婆啊烂讲啦。啊，所以讲，咱会了解吼，啊，这是咱爱特别爱注意的问题啦。啊，所以讲，咱的权利法案都甲定出来，要编这个预算啊。要根据这个啊成本效益来执行，这点啊，因为这个时间啊，这个给咱日啦，这个时间我较济啦，所以我会讲较详细，啊，予大家较了解哦。啊，
那一般我来讲一点钟啊，可能都袂过去啊，谈到这个代志。啊，所以咱大家啊，一直真了解讲，咱这个权利法案，我要因为拄啊好，我拄啊是啊，伫咱伫这个做参议院啊，咧做义工啦，所以我啊真了解讲，咱这个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啊，经过美国改两摆。才通过，所以要跟大家说，咱是美国在跟咱指导，咱配合，咱来定出这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所以咱一直了解说这个情形。好，这样咱再来看行业的特性啊，我这就要来讲，我搁最近一个就是啊，咱宜昌事件，哦，宜昌嘛吼，讲啊，流氓政府啊，这个政府啊，要和蔡英文。所以有一个弊案，吼、哦、啊，予伊选情的时阵啊，再来想各种司法的，迄、那个叫做打压吼，来、哦、拍压，啊来予伊这个人气的袂遐算讲弱弱啦吼、哦，啊所以讲这个问题就是。咱我那要讲这行业的这个行业啊，咱迄个深化，这是足重要。未来啊，这个国家的发展啊，拢爱以发展这个啊，算讲深化吼、哦、啊这方面啊，这都有诶，都认为这未赚钱的行业啊。啊，那国家有奖励，国家有咧支持。这个行业就起来，哦，咱较早，哦，那讲啊，迄、那个重视张忠谋所领导的台积电，哦，迄阵啊，政府出钱出力，啊，拢无代志，哎，啊，咱啊，本土台湾人咧做总统啊，要来创来创造这个啊，深化这个行业。啊来做啊都有代志，啊这就是啥？这就是啊，咱会了解讲是本土啊台湾人咧做总统啊，啊就是原罪啦。哦，啊咱这个，啊咱这就是讲行业的特性啊，无同款吼，伊的会计政策也无同款嘛。哦，咱咧讲啊，一定无同款嘛。啊，这就是上头，大家都唔投资。那我个人认为讲，因为迄个蔡英文要去选流氓政府，咱是诶，这个总统咱是无认同的啦。啊，但是依照伊这个宜昌这个代志，咱啊会了解讲。蔡英文那是足甘心，咱的甘心就是讲，伊为着台湾的产业，家己出钱先出钱出来，啊，若讲别人要来做股东，伊就退出来。这个精神呐、啊，这个政务官呐、啊，这个精神，我感觉我是足甘心，因为主要伊要把这个。啊，生化科技啊，这个行业伊要做起来，啊，要来创造咱台湾的经济，我的繁荣，啊，甲私人有这个财力，哦，甲因遐亲族有这个财力，啊，来先出钱出来，啊，若惊别人要来参加，伊就退出，这个
动作，我也是足甘心。但是，我认为，假设伊若真正爱台湾，蔡英文总统，伊即马讲，我宣布退选，我希望台湾的人民拢卖去投票，安尼政权马上慢慢啊变化，咱民政府啊拜托，真正伊有这个魄力，伊若无爱这个50块，伊宣布退选，安尼伫世界上都这個案例伫咧。啊、哦，迄、那个啊，咱啊，这个叫做北海啊，三小国啊，波多利海啊，这个地方的国家有发生。苏联底下执政的叫因来选举，因人民无咧就无要出来投票，低于10%啊。啊，50%以下，伊投票才30几%。世界各国宣布讲，因的选举无效。啊，因家己民政府办的选举，90几%来投票，啊，一个世界拢承认。所以讲，这个观念咱台湾人也无，啊，有诶，那是要听袂入。所以讲，这都、就是啊，我要互大家啊了解。啊，这个那讲行业的特性啊。行业的特性，哦，你即摆要发展啥物？啊，即人民都无即个要做财力，啊，当然即个国家都要来支持，啊，互发展出来，啊，拢是啊，比讲一个人发啊3000几块，互大家欢喜啊，啊，咱迄、那个要做马英九总统起来讲，一个人发3000几。啊，予大家啊，发钱予咱啊，但是效果都创造这个经济根本都无什么效果，所以讲这个行业的特色啊，还好。啊，咱即卖要来讲现金收付的基础，甲宽啊怎样宽制发生的基础，这两个啊，可能有的人不是真正读会过去的吼。甲问讲，叫因说明者，叫因解释者，因话可能话不啥啥。啊，我要甲大家讲，简单予大家知影。现金收付的基础啦，讲伊咧计数的时啊，若有摕到现金，则计数啦；无摕到现金的，拢无算啦。啊，咧这点，大家都。什么行业？病医迄、那个，咱迄个诊所，迄、那个叫做诊所啦，吼、哦，诊所啦。咱去增加较细间的医，吼、哦，病医，讲我要看病，哦，啊，就讲哦，你来挂号费，哦，啊，你看了，哦，你啊，就啊，算算来讲啊，500块，啊，咱付500块。啊，咱药啊摕着就走啊！啊，伊这个咧计数，伊讲今仔日收入500块，啊，这500块伊有收到现金才有算，甲现金无关系拢无算，这叫做啥？啊，叫做现金收甲付的基础。伊这本小簿咧记的，就是咧计啥？干记这尔啦，收到现金才记啊。支出现金的只记啦，其他无记啦。这是早期吼，干妈店，有诶去干妈店，讲啊，我甲你摕两项物件，甲你摕咧，啊，伊就转去啊，啊，这个头家就讲哦，张三酱油一瓶哦，多少钱？写底下伊无，伊迄是写咧尔，伊无，伊若无甲你讲，啊，伊即摆摕来行。啊！伊若无甲伊甲讲哦，即摆啊，伊若现金才有算数的啦。吼、哦，啊，伊迄是讲结结嘞，啊，来付现金才有甲你计数的啦。伊无咧记，即就是讲现在会计啦，拢是
富士快拢有有收啊，有这个借方甲贷方的啦。这个交易发生拢有两方啦，有计啊，咱叫做借方啊啊，甲贷方。借方科目是啥物？贷方科目是啥物？讲啊，咱啊啊物件卖出去，哦，咱就消费，哦。啊，咱借方是啥？借方是收的现金，啊，贷方是讲啊，咱消费收入，吼、哦，这就是讲收入，吼、哦，啊，这是啊，现金甲收入有借贷的这个方吼、哦，啊，咱这就是所谓现金收付，就是讲有现金才有算数啦。啊，咱款借发生的基础，现在政府会计。那是这种的方法的实施啦，咱的政府会计那是啊，叫做啊，采用这个款式的发行基础啊，这什么叫做款式啊发行？在这个时点，在这个今年发行，都爱算今年的销啦，哦啊，那今年的收入。你就算今年的收入，每年的收入，虽然你今年已经收到现金，但是这个收入啊，要算每年的。所以讲，这叫做啊，权利甲责任发生的基础。哦，权利哦是今年发生的，做今年的收入。啊，这个啊，咱啊，这个啊。责任就是讲啊，这个责任就是讲，咱今年爱付的，虽然无付，哦，这是今年的哦，算讲爱付。咱今仔讲，咱讲租厝啊，伊这个厝税是啊，半年付一摆，啊，拄啊啊，咱半年住了付一摆，啊，咱住已经住几个月啊，啊，这几个月。咱拢爱做咱应该付的租金，啊，所以讲这个就是，那是这个责任嘛，发生伫迄年，就是爱算迄年的账。啊，这个权利甲啊，这个啊责任啊，就叫做权责发生，就是伊的权利甲这个责任发生伫迄个时点，啊，爱做迄年的账。那迄年的收入，爱做迄年的收入。迄年的支出，那爱做迄年的支出，袂使讲因为付款是明年，啊来做明年的付款，安尼是袂使的。所以这点啊，我爱大家啊清楚。啊，咱现在啦，一般的会计制度的处理，拢采用啊这个权责发生的基础。哦，这大家，所以讲啊。爱了解滴咧，啊，咱差不多啊，咱所讲的啊，啊，咱啊讲一般公认的啊会计原则啊，咱所讲的个十个原则啊，咱讲到这吼，啊，咱即马续落要来讲会计政策，啊，会计政策啊，咱就是讲。来编啊，这个啊，会计这个政策啦，拢去啊，就是讲企业这个团体来编这个财务报表啦，拢是采用伊个基本假设，和咱头拄啊讲个假设甲原则，啊加啊伊个所有个公司定一个细则啦，就一个上啊，咱安尼规章要安怎来支付啊，有啥物抽象，这拢爱定一啦。哦，程序方法啊，当一项有无同款的政策啊，可以来可以选择的时啊，啊，要使咱这个财务啦，来用这个运动的表达，吼、哦，咱拢爱来做啊不同的迄个选择啦，啊，这个啊经营的成果甲财务的状况的变动啊。啊，这个团体机关啊，来做适当啊会计政策啊来做啊处理。啊，我这一块啊
常常讲到这个例，予大家清楚讲，咱早期啊，台湾经济无讲真好，拢开军事设备落去，台湾的建设几乎拢差不多无。啊，拄啊要起西丽大桥，咱会记哩细汉的时，吼、哦、西丽要起一个西丽大桥，啊，迄阵啊，台湾无钱，啊，但袂安怎，啊，无钱，啊，都无多好做，安尼也袂使哩。怎啊？因的政策讲，用基金的方式向这个沙特阿拉伯来贷款。咱唔知有诶创一个什么中沙大桥，哦，好、哦、类似这个问题。啊，这就是啥？这就是啊，会计政策啦。啊，咱无钱要安怎？啊，甲外国借钱入来，啊，咱就会使施工啊。啊，再来收过路费，再来过路费收咧，啊，再来还本金利息，啊，加还。哎、欸，啊，那是还完啦。哦，咱所以讲，这个这那是咱所讲的这个会计政策的问题。哦，安尼可能大家搁较清楚。哦，啊，这呐足重要，这足重要。好、哦，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哦，这啊，咱即摆来讲内部控制啦。哦，拢是啊，外边企业机关单位内部对财务啊的迄个运用，甲这个自律的规定的设施，啊，间接就是再来这个。啊，来检核啊，甲监督单位会计政策的落实，哎呀，效率甲效果，哦，这就讲内部控制要做啊，会计政策的落实啊，甲这个效果、效率甲效果，啊，两个啊是吼平分啦吼，啊，咱讲会计制度是啥物？是一个理想甲标准，会计制度。定出来是一个理想，甲一个标准。啊，内部控制啦，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哦，什么代志，若无咧监督，咱即马大家会感觉讲，咱的啊公共的便所啊，愈来做了拢有较好。这那是去学啥？学外国人、西方的人。伊即马伊就用一个制度，创一个咱讲咧巡逻同款，咱警察咧巡逻，警察有咧讲，伊是老大哥，嗯，伊咧面顶啊无咧查，伊咧插你咧，所以即马伊就固定讲遐定一个牌啊，你去遐巡逻，你就去爱去遐签一个名，啊，咱迄个便所咧变便所，伊若定一个牌啊伫遐。便所变了，拢会有一个去巡啊，去来签名啊。这但是叫做啥？这就是我叫做内部的控制嘛。若无控制，就产生啥物？啊，就啊有做，那无做咧。啊，若无监督，啊，就会无做。这实际上，咱人的。拢有一定迄个叫做迄个惰性啦吼，咱有一个，咱若无讲啊，咱就无做，吼、哦，拢会有这个情形啦。啊，所以讲一定爱有这个内部控制，啊，内部控制啊，就是咱主要伫这个财务上啦，就是要来啊有两个啊，这个第一个啊，这个叫做啊目标啦。一类型啊，就财务的报道的目标，这拢是啊高层的单位啊，诶来做这个财务的目标会发生啦。那讲，因为
外国公司早期有一个观念，讲今年若赚偌济钱，伊即个执行长，若讲总经理有他分偌济，当然也是财务长有他分偌济，当然伊即卖伊要做到的是，拢要想讲伊看分较济无，所以讲少拢做出来会碰风嘛，无就讲明年的收入来。伊到今年来报出销，拢会这个情形。这个情形发生，拢是影响到啥？影响到伊家己，伊一定就会做这个财务上的报道的错误嘛。所以这就是那是爱内部的控制。咱个讲就是讲挪用。或是侵占这个资产，这个资产有包括现金啦，其他所有资产的内底拢，你若咧管，有诶咧管仓库诶，有诶若无做仓库诶控制，仓库有诶，甲漏一台车送去外口去，毋知影，所以这拢有当时啊拢爱做内部控制盘点。有人来讲一定要盘点，这个问题，这拢是，这个尤其这个现金，这个现金的管制，咱头拄仔都有讲过，现金必须，绩效的绩效，提现金的提现金，一定要分离，袂使同一个啦，这真要紧的代志，咱即马要来探讨遮个问题，这甲会计，我甲制度拢有相当的关联。咱要讲这个例啊，就是633，大家633就拄啊633。这个案例是什么情形？咱会了解讲，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因为涉犯这个外劳这个契约的这个叫做诈骗。这个是什么情形？伊拄啊按算讲要调转来。台湾和美国FBI 伊去变数出来，用手铐甲铐去，铐去都无好，搁转来办公厅，连伊个目镜，挂目镜都无拿，去铐个去押去了后，才叫迄、那个事务咱这个办事处的人甲送目镜过去，这拢是事实的代志。因为上大个问题伫什么所在？伊甲人签的是一个月要付1240块，工作40点钟，主要为菲律宾请一个叫做工作人员因为咱这个办事处等于是总领事馆因为有伫外国的关系，我会了解讲总领事馆是足大的官员。安那讲，外交部一个总领事馆要派出去一定要总统召见。一定要总统来召见，跟他翕一张相，才把他派出去。这么大的官员，会去给FBI 用手铐给他铐去。这就了解这个情形，他就是说，给人薪水才发放400块，又去用扣押这个护照。这种违背人权，再来，因为根据美国的报道外交部跟这个菲佣所签订这个合约
啊是啊八小时啊，每个月，这是啊外交部啊，这个美国的报道吼，啊讲1240元，啊超时啊个付这个加班费，啊因有做到无？伊这就讲，那依照政府的会计制度，伊有安尼甲人签，一定付这个钱出去，伊要会使去领这个钱。安尼内部因就是贪污啦嘛。我请一个人，政府会使签出来这个契约有这些钱，一定会计的部分一定认可的嘛，一定他领这些钱嘛。啊，实际上甲会计我有相当的关系，啊，所以我好知影。你咱来看这张相，伊徛伫底。徛伫中，啊！着你着，咱着了解。啊，这边啊，拢是啥？拢外国啊！伊个重要性、地位，咱真正确。伊是一个总领事，总领事要派出去外国以前，拢爱甲总统翕过相，去总统府见一个面，交代叫出去。有的国家无大使馆，有一个总领事馆。总领事馆就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外交部相关的机关。哦，安尼，咱大家足清楚，讲足重要的人吼。啊，过来看，伊主要就是啥？违反着这个法令，哦。啊，咱的违反着咱这劳基法，哦，啊加这个叫做咱劳基法讲吼，伊加大加只超过咱的劳基法讲靠大只会使靠薪水的三成尔，你若超过是违法的，哦，啊过来。迄个咱最低工资那是违法，伊发美金400元，啊，咱若算算个400元，咱只个钱，啊，若即卖算30来算，啊，若万几万二块，咱个最低工资那是无符合，吼。啊，所以这个问题啦，这拢是违法的。吼，哦，啊，甲伊甲人签的约，啊，一定是经过外交部的同意。啊，外交部那些咧支出啊，才1240元的钱。咱起码就是讲，这个严重性是要甲大家讲。啊，因为是安怎，美国啊，法院啊，那会安尼哦来处理？啊，伊当时啦，啊，外交部讲要用这个外交啊豁免权呐，啊，要赶紧呐，啊，甲我买。啊，开这个怎样辩论庭啊？赶紧全部承认啊，钱立立的，要赶紧把这个消息啦，要给砍掉去。啊，实际上因啊，司法部因咧处理啊，啊，法院咧处理啊，都唔是安尼。啊，你实际上你就是犯法嘛？吼，哦，伊个穿啥？这个照片咱看到，穿这个是啥？迄，那个。嘿，求一对黄蓝衫嘛，啊，这里啥锁口，哦啊，加个脚镣，吼，哦，锁口、脚镣，这是足严重的呢。诶，一个啊，咱所了解的，就这个情形，啊，这拢是什么问题？我过来看。
美国国务院甲报纸甲检察官啦，讲安怎？无承认老蒙，咱这个讲叫做老蒙政府啦，中华民国的主权的国家啦。啊，咱会了解，咱林秘书长带两千啊，两百啊，二二八哦，两百二十八名去控告，啊，就是有一个判决，啊，这个判决。哦，咱会了解，因为这点，甲大家讲，吼、哦，伊讲放弃抗辩，吼、哦，啊，甲也放弃交保，啊，这个在伫这个场内，这个副处长啊，周道言啊，讲安怎？讲这放弃是要维护啊？国家利益，吼、哦，讲甲足，嘿，足好听的。啊，实际上是毋是安尼？伊是最主要，伊讲伊拢放弃抗辩，是要甲这个代志，无爱予台湾人了解讲啊，这正是中华民国，就是流亡政府啦。啊，根本人都无咧承认你是主权国家。伊讲哦，我是一个国家。啊，这就是安尼嘛，要紧扛起来啦！这个代志莫予新闻拉出去讲，因要袂落楼梯啊！伊讲要维持国家利益啦，这就是咧扛，把这个消息扛掉咧，莫予台湾人知影啦。哦，啊，因为拢无了解，啊，咱这都很明显的，咱一挂台独大佬讲，美国有什么啊？政府单位有什么公文给您啊？叫您来承认这个啊，台湾民政府。啊，这就是法律上就是安尼判断啦。吼、哦，啊，这个叫做啊，2000年4月7日，哦，这个高院判决，这咱也足清楚的，吼、哦，咱大家。啊，这就是啥？无遵循啊，遵守啊，遵循这个会计制度嘛。最重要是安尼，吼、哦、啊！咱这个我看到这就结束，因为咱的时间剩五分钟吼、哦、啊，大家应该真清楚啊吼、哦。咱就是流亡政府，就流亡政府啦。啊，就是。外交官都去用苦啊！但伊讲你要是什么啊？政府即卖要阁讲一个案例，这那是安怎违反会计制度内部控制啦？啊，大家拢知吼、哦，林百里换一个企业家。大家应该知影嘛吼，啊，伊个秘书啦，伊个秘书啦，安怎？迄、那个，伊伫八年来啊，伊真信任，伊安尼讲吼，甲这个公司哦，诈领8300多万，啊那无法噶，啊这是啥物？这就是内部控制无好啦，吼、哦、啊。这个案例，我让大家啊，了解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吼、哦，这那是啥？咱即马讲那是无遵守会计制度，吼、哦，伊的支出，吼、哦，啊这，伊这就是安怎？问林百里董事长才知影讲，哦，啊这款代志啊，伊都无做。啊，公关费都无做支出嘞，安奈钱啊走出去，吼、哦、啊来看伊的迄个叫做迄个电脑档案吼，伊、哦、迄个叫做 email 或遐资料，电脑资料来才发现讲吼，伊在冒签啦，啊，这钱会滴出去吼、哦，这那是
足无遵守会计制度支出的方式，才会发生这代志。好、哦，啊，这即摆吼，网上足发达的，每一个人你若做歹代志啊，一生都无法度阁翻身啦。大家会使甲拍我的名，张文燕吼，啊，入去应该我也拢会找到我的资料，吼、哦，去搜寻，应该拢会去找吼、哦。啊，所以大家爱有这个决心，咱来参加啊，咱啊民政府的组织以后。一定袂使贪污，吼、哦、啊袂使啊有啥物做啊迄、那个舞弊啦，吼、哦，这个代志，啊，这拢伫网站内底啊列出来，啊，这那是足严重的代志，这拢内部控制无好啦，吼、哦，才会发生这个代志，哦，这个台数那是咱。照讲，因这个公司的制度应该定出来，应该还袂歹。但实际上，也有这个代志发生，这就是啥？翁仔某伫同一个机关、同一个部门，啊，因为迄个洗钱的关系。提佣金的搬耍的关系，去予啊，这个叫做啥？调查局啊，啊，这去查出来，吼、哦，啊，这个异常哦，伊这个资金吼、哦，这个往来吼、哦，啊，就发现这个有涉及这个异常这个代志啊，才去查出来。这哪会使内部控制？啊，无好所发生的啊，这个问题咱会了解吼，咱会了解讲，这拢是啥？这拢是会计制度的定立啊，甲内部控制做了无好的案例啊，这金额拢足大的，有诶一世人都无赚遮侪钱哦，所以讲咱爱。特别去了解这个问题吼，啊，好、哦、啊，这就是那有兴趣的啊，我来咱啊同啊咱的工作人员遐吼啊来把它登录转去，拢啊咱拢欢迎吼、哦，会去来做探讨啊，纯粹拢伫网站抓的吼、哦，啊，所以讲。你看我看起来我一表人才吼、哦，啊人不可貌相啊吼、哦，我拢会做这个啊舞弊的代志吼，很舞弊的代志。好、哦，咱即马最后要甲大家讲，这个制度吼、哦，啊的这个好歹啊，拢会影响这个品质啊，甲咱的考核啊，主要咱。决策机关的判断吼，拢会根据这个会计啊，啊，这个财务报表来做一个报道。啊，感谢大家，我报告到这，啊，感谢，谢谢。请起立。立正，起立。请坐，休困十分钟。